子，他耳朵，我被那个影子吓一跳，你妹的！你老死，被那個影子吓一跳。那个照片，那我可以砍这鸟吗？可以吗？对不起，技术不好，砍不到。哦，等一下，我干嘛每次自找麻烦啊？等一下，我就怕这个鸟巢，干丢掉。我干嘛自找麻烦？我就怕这种东西，我还自己用。哦，盖在这好了，还需要。哦，有。烟火，耶、有我们第一个萤火就这样盖起来了，好可爱哦、喔！虽然我刚刚不知道捡了什么东西，可是、应该走过去。哦，一修，会受伤。卖叫啊啦，都已经给你跑到水里了，你叫啥？哦，水里代表。哦，那这个其实这个本子蛮好用的耶，火坑是不是？我不要，先不要。等一下啊、哦，我觉得我现在比较除了萤火之外，我需要那个住所可以用的东西，临时住所就好，就是这里。啊！我现在缺少叶子那些的，我现在缺少。哎呦，那个人怎么？我怎么看都觉得那人怪怪的。算了。大概记一下。哦、这好空旷、哦。我现在需要收集树叶跟木棍。好温馨哦、喔，他会跟我们提示说我们那个在哪里耶、欸，而且叶子最好那么难收集啦，叶子打一串，然后只收集到一片，你骗我，骗我没收集过是不是？开玩笑、喔，好歹小时候也被称为叶子打小达人呢、欸，人家一叶知秋，我不用叶子我就知道秋天到了。因为电视上都有教。木棍还差一点，反正树叶不愁多啦，我们就多用一些好了。真的觉得这个地方不是什么好地方。啊，满了是不是？无法装载更多木棍，为什么？那我这个丢掉。哎呦，那边总是多出一个人，好可怕哦！还有这边是大平原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那边还有又有一个人头像。嗯，差一根木头。阿卡跟我说那个不可能在哪兒，板木是少一根，对啊，哎、欸，干各位安安啊，没有，因为刚刚他那个木头啊，他不准我在哪兒，他说我没办法捡拾更多的木头。那什么菊苣哦，菊苣。你现在我们要找，哦，这可以吃。怎么了？哇，为什么一看就好像快翘掉了一样？有毒是不是？哎呦，这有很多人头。
这下我应该是可以拿，应该是拿起了，对。被吸头排挤是不是？看，喂，他这人头做的好真哦。这边的人做的吗？他们用什么道具做的？所以是刚刚那裸男做的咯。裸男这恶趣味，没事做三小那个人头啊。哦，这可以存档，这可以存档，C，等一下，这个是，等一下，那鲨鱼头挡住我的视线了，那我应该可以制作一些火把之类的吧？哎呀，我们现在是用临时住所嘛，啊，他说建造一个住所可以用来睡觉和储存游戏。还有七根树枝，六块石头，七根木头。哦，他看到什么都想吃啊！不是，你看他饥饿值虽然现在很低，可是以防万一啊。好，先把它用成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我是，你要知道在野外求生，那个食物啊是最重要的啊。现在成长一次，然后，哎，阿兰安，晚上好，好久不见，好久没去阿兰那边闹闹了，靠，等一下，我睡一觉而已，然后东西就没了，靠，还有这种的，口干了，哇，口干舌燥了，QQ。那我如果进水里面，我有办法补充吗？不行。寻找干净的水饮用哦，我要怎么又找干净的水？啊，这个鲨鱼头又不能拿来吃哦。哎呦，收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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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收起来了。所以他现在这个是要还要收集乌龟壳哦，我连乌龟壳都找不到，好不好？啊，来龟壳给我们收，诶。原本有这个吗？现在是两颗人头哎，温馨哦。那个水要去哪找啊？这个树可以砍吗？不行。哦，这里有那个。找到新的衣服，我要穿衣服冲啥啦？干，我要找水啦！哈哈，喝树枝口水，不是他这边都不给我们喝树枝喝口水啦。也有酒可以饮用。哦，酒的话可以稍微用来恢复我们的那个，没问题。有树叶，但不能吃。电池是充电用的小石头。打火机，那这种药品恢复生命，吃一下。哦，我现在没有食，现在缺食物。金盏花可以吃，这个也可以吗？哦，所以这个花是可以吃的。挖地下水，也要挖得到啊！我现在连，不要说地下水啊，我看到地下我都不敢去啊。谁知道？等一下是跑到裸男的俱乐部，等一下跑到裸男俱乐部，我要想进得去出不来啊！你妹，到底？所以现在这附近是 clear 嘛？OK，nice，儿子才被裸男带走啊！爸爸不可以那个跟进啊！等一下，那么大根，然后只用了那么一小根这样子哦。哇，混血哇！哎，那什么，等一下，他好像往这边走。哎，怎么不是？怎么那么多？我突然变三个人。Oh fuck！他们是看到我了？没有没有，他没看到，没看到，没看到。啊，没看到，他没看到。哦不，等一下，他们看到了，他们看到了。他们要确定我是哪里人。
没关系，反正就走到海上，我不相信这群裸男还会游泳。哎、欸，越来越多了耶！几个人啊？一二三四，刚刚不是才三个人吗？你给我开什么美国玩笑啊？哎、欸，哦，还好他们不会游泳，呵呵，嫩，不会游泳，废物。五个人，五个人了，五个人，他们好像会呼朋引伴呢。他们是会呼朋引伴呢。尼哥，这是 3D 版的 BI 二，是不是？有点类似，有点类似 3D 版那个 BI 二啦。他就是他们的飞机失事，然后他在那个，然后他儿子被一个裸男带走了。哎、欸，那个裸男似乎就是跟这几个正在岸边盯住我的裸男有关。哎、欸，那我现在躲避他们，那这个应该想办法活下来，然后找儿子的故事啦。我在想，只是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是，我要怎么避开这个裸男呢？我不想加入天体营啦，其实，虽然我在家我会脱衣服脱裤子，可是我从来没有全身光溜溜过啊，这个。这让我觉得有点害怕，我觉得不行。全身涂成红色会怕你，不能打死他们吗？可以啊，可是我不想冒险啊。我身上只有一个武器而已，你觉得我会办法干死他们吗？他们有五个人呢、欸。叶问可以打10个，我只是一颗鸡蛋啊，一碰就会碎啊。不对，鸡蛋可以1打12吼，那算了，这举例不是很好，随便啦，反正就是我应该打不赢他们吧。一对一我还有信心，这个一对多我不行啊。可是我要怎么涂红色？不是，欸，因为你说涂红色他会怕我，可是我怎么涂成红色？而且为什么涂红色他们就会怕？哎呦，好多人哦！欸，他们是会随意移动的哦。不知道有没有落单的？如果落单的，我就打一个看看好了。那我们见识一下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有不见的喽，哦，嘿嘿，哎、欸，他们是怎样做群体活动是不是？他们要走就一次一起走、欸，哎，啊，不给机会了、哦，放哨可以趁机偷偷刚他们的，不怕爆雷你就讲可以啊，如果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是有剧情的吗？哎呦！我被这只鸟吓到，你妹的！靠腰，叮老五，吓我！欸，如果牵扯到剧情，还是先不要好了。欸，那如果有办法，就是如果你是要教我的话，那我没意见。有牵扯到剧情是，它是有故事剧情哦。我以为单纯就是孤岛求生，找找儿子，然后打打屁、聊聊天、杀个人，这样结束了。那这是有故事剧情的，是不是？Prize motherfucker！？Ah, shit！他们怎么又突然出现的啦？欸，这群野人是怎样瞬间移动？是不是？妈嘞！好啊，跟你拼了！哗沙！哈！哈！还翻？啊，偷袭我呢？哦，过来！嫩嫩，妈的裸男，裸男啊！叫你无情杀，叫你情感乌索索。嗯，耶，晚餐有着落喽！爸爸呢？爸爸，他不会提示要我去干嘛，是不是？啊，满身是血，洗干净一面，受到感染了、哦。啊，我有感染问题哦，真假？真麻烦。哎、欸，那我如果在水里面有办法洗吗？
哦，有比较干净，有比较干净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在随便用这个是正确的。呵呵，够力谋情杀？不是啊，我在那边拿东西，他们突然瞬间移动出现。你当你先怎样？那个神奇宝贝是不是？神奇宝贝那个走一走，突然遇到怪物这样。你每一个都开挂啊，还玩什么啊？这还是有剧情哦，真麻烦。我很怕，等一下走一走，会突然后面就直接出现十几只。我看一下原木还差多少，还差四。啊，我被请杀也通通卡令被出来。哦，我乱讲的，对不起，大哥，可不可以不要？要么就没半只，要么一次出现给我出现那么多只。那么这一节影片就到这边告个段落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在下方点选喜欢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给予支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。